You may eat, I have it. What you see, what you get. 做做做做，偏做就用左手，生活就不用想太多。如果你是这么唱歌，就会听起来非常不自然。流行歌曲想要唱得好听，一定不能够太字正腔圆，反之听起来就会失去了流行歌的味道，显得特别僵硬。那要怎么去做呢？今天教你一招。接下来我们用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来练习一下弱化声母强化韵母。比如第一个字左字，我们要把蓝色部分唱得轻一点，红色部分唱得重一点。嗯，左左左左偏左就用左手，千万不要把它唱成左左左左，记住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连贯起来去唱，左左左左偏左就用左手，生活就不用想太多。这个练习方法适用于任何一首歌曲，练完之后呢，你的咬字会变得更松弛好听，声音也会自然流畅。赶紧点赞视频收藏练习吧，关注我学习更多唱歌技巧。